在闽东山区的浦园村，至今仍沿袭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习俗——鱼葬。为自然死去的鲤鱼举行仪式，葬入鱼冢。这种特殊的葬礼已传承了近800年。为公元2046岁至丙申7月11日。自古以来，敬畏生灵、敬畏自然的理念深深植根于闽东山区，已成为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。